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千测评测，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爱尼仕的挽歌复古改装款。原版的 RH 八挽歌是在我开始玩 GTA Online 的时候就已经在游戏里面的免费车辆，是新手非常适合的一辆车，因为只要注册 Social Club 账号就可以免费拥有它。然后它的性能又是在跑车里面，目前我开过还没有一台车能够超越 RH8 挽歌。那这台复古改装款，它是在之前进出口大亨更新第一批的时候加入的。我当天直播的影片就有改装这台车。那今天我们要来更详细的看它。我等这个 RH8 进班，你已经等了非常的久，因为我觉得 RH8 它的性能应该可以到超跑等级，所以我期待它的班尼赛车改装款。可是我等到了方向不太一样，它是复古的改装，也是很棒。那这个旧版的我也是蛮喜欢的。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下它的取得方式、真实车辆、外观、内装、改装项目、性能和它的赛道表现。因为这台车是班尼出品的，改装项目包含内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在那边的话，他们原厂的技师可以给我们更详细的画面，比起我直接在这里看，去那边看，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们就调整一下顺序，先发动车辆，然后看一下座位空间。接下来我们就一边开去办公室，那边我有专属的改装铺，然后在路途中我们再来讲怎么样取得，还有它的真实车辆这些，那就来发动一下。这个声音好特别哦，跟之前的都不太一样，而且没有特别短。再一次，真的好不一样哦，新车就是不一样。再来看座位。哇，下起雨嘞！赶快把这看一看。挽歌改装款的车子座椅依旧是跟其他跑车一样，非常的低，我几乎就是躺着的在上面开。可是不太一样的是，这台它的头部空间非常的宽敞，我可以看到上面还有非常大的空间，我根本连撞到防滚笼的机会都不大。脚部空间的话还有一点点，这个刹车的时候可能会稍微顶到前面的仪表。不过我现在脚没有完全放到踏板上面，我脚不知道为什么顶在一个绿色的板子，所以实际上在开的时候，或许空间还可以再大一些。那我们就上路吧，避雨喽。想要拥有挽歌的复古改装款，必须要先购买原装的挽歌 RH8，它可以在班尼车房原装车这边购买。在这边购买的话，它会显示出改弯大概的长相。然后它的说明还蛮特别的，他说在洛圣都的所有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曾经有一间可以容纳10辆车，但只装满原厂挽歌的车库。纳闷自己这一生到底都做了些什么？现在多亏搬离车房，你再也不用忧虑了。现在您的车库里的每辆车都可能会成为充满怀旧风的90年代早期经典酷炫客制化改装车。另外还有个地方可以购买，是在传奇车业这边，直接点按价格排序，第一辆就是挽歌 RH8。拿到挽歌 RH8 之后，就开到自己的改装铺或者是班尼改装的地方选升级，花858,800元就可以把它升级为复古改装款。挽歌复古改装款是由两台旧的 GTR 组成的，正面是 R32，可以看到那个我们的复古改装款，方形的灯跟圆形的灯，还有原版的这两个位置是交换的。然后方向上的部分我们没有橘色的壳，原版是有的。那么进气的部分因为都是我改过的，所以
也没有很准，但是可以看到它们形状也是非常的相似。背面的部分它是 GTR34， 那可以看到尾灯的那一个框，原版的它是延伸到行李盖上面往上，那我们这个挽歌版的它是往侧面去的，然后灯的大小也不太一样，还有我们的挽歌它的弧度比较圆一些，不像原版的是比较方形，像一个长方形的感觉。这里就是我的汽车改装铺，还可以下车逛逛，还蛮酷的。我看下一集就在这边直接介绍好了，不用跑来跑去。我们拍矫正用的。好，我们看一下可以做什么样的改装。保险杆前面的保险杆原本是长这样，它可以贴满满，我真的觉得贴满满很丑。然后碳纤的钉缝，扩充就比较凸一点，黑色不是副色调，它是限定黑色。或是这个前扩散器，它就变得更长，这好长哦。啊，我这个我是比较喜欢这个啊，旁边有那个前翼的，不过它这里面那一片我就比较不爱，还有我旁边那一片不要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看吧。后面的话原本是这样空荡荡的，然后可以加上碳纤的后扩散器或赛道的扩散器，它们差别是中间那个跟旁边的比例，然后还可以加上赛车扩散器的话，下面就多三条，我是用这个。保险杆可以移除那个标志，或者是把网格拆掉，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就看到里面了。不喜欢，也可以移除下面这个，这个风扇是另外装的，不是这个功能，它移除的话里面是没有风扇，而且可以上下都拆掉，风扇在这边，原本单纯移除是这样，然后我装上两个风扇，它还有其他可以选，但是它没有像王者那个造型的，王者那个冷却器的造型我比较喜欢，然后我的王者一样是有两个风扇的，好像很爱两个风扇哦。这个大灯的话可以改，就是凹一个洞，碳纤的，然后一边是遮起来的，觉得这还蛮特别的，不晓得在哪里会用到这种灯。啊，我还是喜欢原本的灯。门的部分的话，它是在后视镜上面的那一条，有没有看到？还蛮不明显的。挡风板，挡泥板的话是在前轮右边一点，然后那边有变化啊。我用的是两个出口，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太明显，因为它实际上好像没有动嘛，实际上就只是一个稍微凹下去装饰而已。宽翅锐角的话后面就会看起来尖尖的，然后可以加轮弧，上面会有几个钉子杆。引擎打开这里可以改引擎上面的气门罩，有主色调、副色调、抛光的跟碳纤的。皮带这边也是有不一样的选择，可以盖起来，或者是要让它齿轮外露，我觉得齿轮外露很帅。引擎式拉杆的话有很多不同的拉杆可以选，我不确定这里面的拉杆是不是真的能增加车体的强度，但是装起来好看就是了。再来是排气管，它原本就是双边单出的排气管，然后上面都是单支的，左边一支不同的口径，还有钛合金的，然后下面是两边的，一样是不同口径啊，钛合金的，我是用这个大口径的钛合金。在水下护罩是在这边一小块，还蛮特别的。
一小块。我选的碳纤，因为跟我的引擎盖做搭配，我比较喜欢用碳纤的引擎盖。其实以前我是很讨厌碳纤引擎盖的，因为它黑黑的，然后 Do you need a 又不是 drink? 说很黑，上面还有 Bubbles 奇 or 怪的花 something? 纹。自从我知道它的功能之后，我就爱上它了。这个引擎盖配件，它的引擎盖边是在正前方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一块，Whatever you 然后 decide. 我是装了那一块，然后再加上各合金的固定器，它还有这个侧置固定器跟直视固定器，就是引 No 擎盖 rush at 边 all. 单纯引擎盖边，然后没有引擎盖边，但是有固定器跟两个都有的。引擎盖的部分有这个贴还蛮，这个贴好贴满，真的好花。然后内嵌式引擎盖，它这边会 If 有一 you 个 can think it, I can do it. 不太一样的凹洞。这个功能我比较不晓得是在干嘛，通风式的、双通风的、效能的、凸形机制。然后接下来就换了碳纤材质。How many cars you got in this? 我比较喜欢它这前面的开口是往前开，就像 WRX 那样，就是它没有这个选项。然后往后开的凸的话，我就觉得没有很好看，所以我选一个平的。再来看内装，就是为什么我要 Life 在 is 这边 hard 看 when 的 you 原 have 因。anything. 比起我平常直接坐在车内就可以看得更清楚。装潢设计这边是可以贴一个隔热纸，装潢颜色可以改的部分是这个防滚架它的包覆泡棉，还有座椅的颜色也会要跟着这个调整。这是原厂的仪表啊，也蛮符合老车设计，它的那个冷气啊、出风口都是用那个旋钮，加上一些金属 Long and 的接 hard. 头风，还有这一根。有点像拉力赛车的那种手刹车，然后可以卸除内装，那前面这个方向灯什么的就把它拆了。再来，这个就是赛车，瞬间多了很多东西，出风口也变得不太一样。这种造型的它有不同的材质，一般的、植绒表面的跟碳纤的。仪表的话，原本的仪表是这样，就是 GTA 里面几乎所有车的仪表都长这样。两个大圆，然后周围都是小圆，那可以加上一个分离式转速表，看起来是这样，上面就会有一个那个涡轮的压力表，而且到红线的时候会亮灯，或者是整合在上面，不过整合在上面那个红灯就没有功能了。再来，这个是不是在手套箱那边加上一堆表？那它有点远。其实看不太到它是什么样的功能，它一样可以有整合的。往上移这个仪表板测量仪也是有分开的跟整合的两种。我看到它红灯了，它红灯在那边。竞速式的仪表变成整个数位的在正中间，然后侧面就没有。而且转速拉上去的时候，它还会有个绿色、黄色、红色，旁边要装也是可以。M 科竞速式的话，它的灯亮的方向就不太一样，它是从两边进来，形状也跟刚刚稍微不同。MK3 的话，灯就更多了。上面也比较远，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像我现在怠速1105 RPM，我拉上去的时候，它大概在9000到10000之间跳。可是如果你是用分离转速表的话，平常大概是500 RPM，可是正前方的表显示1000。然后拉上去的时候呢，它的极限转速在7000-8000左右。好，右边的表跳大概快要到8500，
所以转速会不一样。那会不会影响到它的效能的话，我是没有去做这个测试，不过我猜是不会。门的部分，我当然是这是一台赛车，所以用的是碳纤的赛车门板，相对来说东西就比较少一点。如果希望保留原本的话，它也有提供碳纤的，一般的音响都还在那一种，所以比较像街车。哇，这关门的声音好有那个，还有 feel。我说什么都拆掉了，金属感。座椅的部分，原本的座椅长这样，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像有点低。我的头，看我现在视角头这个位置，其实是靠不太到椅背的。原厂还可以，跑车的话就没有办法。Do you need a drink? Bubbles or something? 改装了也没有办法。我这人就比较高一点了，我觉得还是这个赛道座椅会比较好看。然后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碳纤椅，这实在看起来太硬了，所以我还是用了这个。方向盘的话，原本的方向盘是这样，它上面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按键，可以稍微改一下。每一个项目都是基本款、进阶款、专业款，或者是可能还有这个雕空款，就是越下面的时候按钮就会越多颗。然后我觉得方程式的专业款看起来最酷，可惜它这种方向盘不会下车就拆了拔走。内装灯的颜色是可以去改这个仪表板的颜色，那我选了一个配合我车体的颜色。防滚架原本是这样，加了防滚架之后人会稍微变低一点，这点还蛮奇怪的。如果从车外看的话是完全没有这个差异的。这个接头防滚的话它只有在后面，如果是防撞的话它就会延伸到前面，然后绕过前面的手套箱和仪表之后往下面延伸去，可以再加上衬垫。全面防滚的话它差别就是它会穿透前方这个仪表，在冷气孔上方穿透，然后延伸到车底下。大灯的部分它原本是这样，中间那个小圆灯是比较黄的，我把它改成蓝色的，就是它在外面晚上看起来的样子。我以前就很喜欢这种圆形的灯，我最开始是在 BMW 上面看到的，因为这个灯看我一直很喜欢 BMW 的造型。直到后来有些车子出了光导引条 LED 的那种一条线的之后，我才有比这要更爱的车灯。涂装的部分有这种条纹的，可它不会涂到碳纤维上面，所以如果用的是碳纤维引擎跟碳纤维车顶的话，条纹就会断掉。白银喷射，白银喷射感觉是全球石油的赛车，因为它前面写了两个全球石油，我记得有其他车子是可以喷全球石油的赛车涂装的。这个战痕雷雷我就觉得还蛮酷的，有点生锈，有点刮痕。我用 GTA 的车好像不太缺刮痕，出去开一圈就有了。甩尾飞弹的话就更糟，上面除了刮痕之外还有用胶带修补，然后漆都掉了。我觉得这样有点太脏，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再来喷漆，我是使用雾面的青柠檬绿作为主色，然后黑色作为副色调，跟我的碳纤维材质看起来比较相近。车顶的部分
车顶配件这边是可以在前面增加一个通风口，然后车顶整个可以改，就是原厂的车顶加上一些扰流板，或者是这个涡流产生器，会比较小一个。有看到一点一点的那个就是涡流产生器，然后它可以单独装碳纤的材质，或者是直接换碳纤车顶。侧裙的部分可以扩充一个侧裙肤色调的碳纤的，所以侧裙它就比较大，然后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可惜它没有碳纤的，所以我只能用肤色调的。老刘版它班尼车的老刘版选择就比较多，有这种小的比较低调的老刘版，这种有铆钉的，再强一点的，还有这种降低风阻，改装车站还蛮酷炫的，有很多一条一条的线在上面，应该是钢条吧，我在猜。然后有这种稍微架起来的，很低矮的，这种比较高调的。铁架这种就是我比较会爱的尾翼，然后我最爱的 GT 尾翼。再往上还有这种非常大个非常夸张的，还有这种把保险杆整个拆掉装在下方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架子我很喜欢，只是它的拆掉保险杆之后我觉得有点丑，所以我最后还是使用了 GT 的尾翼。那这个下压力应该也会是越下面的越大。甩尾型的话，之前有车子是会增加甩尾能力的，就可以参考看看。实际上还是要以自己开过为准。车轮的话，我车轮类型是用班尼原创的纺锤，我觉得它其实跟这个高档车的刀片还蛮像。轮胎颜色我是用荧光蓝，轮胎款式是蓝线轮胎，班尼就是可以有比较多选择。好，我们的改装同时外观跟内装也都一起看完了，那我们就准备上赛道咯。我们是不是没有看到行李箱的空间？到外面来看一下。经过这样改装下来，后车厢其实会多一个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氮气供应系统的东西。事实上，在里面一点也可以看到一个看起来像氮气罐的东西。行李箱空间的话，要说宽敞也很宽敞啦，但什么东西都拆掉了，感觉也不太会在这里就是放什么东西。这就是一台赛车，不是用来一般开的。我们出发吧。你们没有看到我刚刚撞墙，对不对？都是假的。晚哥复古改装的直线加速总时间是55.425秒，差小丑一秒多，可是零到一公里的却比小丑快了0.1秒，代表晚哥复古改装的加速比小丑还快，极速的比较慢。
晚哥复古改装的干地下车距离是两格，湿地下车距离是三格。干地比小丑强0.5格，湿地却只差0.125格。考虑到我反应的误差，湿地可以算他们的能力是相同的。接下来的赛道测试，我会用晚哥复古改装，在我自制的三条赛道，每条两种天气中测试我能跑出的最佳单圈，并把这个排名列在下方说明栏中的 Google Excel 表。这个测试是建立在我的驾驶技术上的结果，不能保证各位用同样的方式也会测到相同的结果。想要自己测的话，赛道也在说明栏中。晚哥复古改装是一台前置引擎四轮驱动的车，干地城市中它可以说非常的稳，就算跳过凹凸不平的地方也能够很相信它。出弯加速的时候，油门直接到底，四个轮胎还是会稳稳的咬在地上。它的转向能力很优秀，只要不是开太快，都不会给人一种转不过去的感觉，这点跟小丑就非常不同。之前介绍小丑有提到特别的过弯动作来提升小丑的转向能力，在网哥复古改装上不太需要，也不太好用。整体来说，网哥复古改装对于行车线完美程度的要求不会那么高，唯一要注意的点是 GTI 的转向辅助会在一些比较大的跳跃把车尾往反方向甩，或我认为这是 GTI 车辆物理简化后造成的错误动作，影响不是很大，发生的时候赶快反打方向盘通常是救得回来的。晚哥复古改装在干地的表现跟小丑可以说又像又不像，两个时间只差0.301秒。小丑重视行车线的拿捏，晚哥复古改装重视的是减速的控制。虽然晚哥复古改装在干地刹车中赢过小丑，但小丑的刹车行驶速度是比较快的。湿地城市的晚哥复古改装除了下车点提前，还需要比干地时多注意油门的控制，跑一下就会能发现它的车尾变得比较灵活，油门太早下或太早全踩都会造成车尾外偏，这不全然是件坏事，相对小丑到了湿地就会推头的特性，晚哥复古改装可以用油门来避免推头的发生，只是会比较考验驾驶者的技术。时间是1分24.685，比小丑快了0.533秒，也是非常接近的成绩。这条城市赛道中直线较多，车速较快，是极速较慢的晚哥复古改装没能比小丑快多少的主因。山道，我对晚哥复古改装的表现非常惊讶。我第一次跑就已经突破了小丑的最佳单圈。我认为晚哥复古改装在干地的山路上，油门控制也很重要。像一开始那段下坡路，油门拿捏的好，就像一点刹车，让后尾稍微摆动，就能够应付快速改变的弯道方向。上坡小丑是容易前轮失去抓地力，晚哥复古改装则是后轮。或许这跟引擎的位置造成整台车重量分配不同有关，不过前置引擎跟中置引擎应该是中置引擎会比较会转啊，这边就有点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不过查也不知道谁说的是对的，如果有相关的可信资料，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那就凭直觉想象来说，
玩高复古改装的引擎在前面，前面的重量比较重，所以抓地力比较强，而后方空荡荡的，所以抓地力就比较差。小丑则相反，大概就是我对他们两台不同特性的解释吧。有错的话，拜托大家指正哦。玩高复古改装转向能力的优势，让它不用牺牲太多速度，就能综合考虑多个弯的行车线。加上赛道速度没有城市快，让加速更快的它拥有比较大的优势，时间是1分27.823，比小丑快了1.934秒。湿地山道网格复古改装又一次突破小丑的最佳单圈，在湿地山道上，它要更早的下车，出弯的油门量要更加的小心。在湿地上，它的转弯性能也有稍微的下降。除此之外，我认为跟干地的感觉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时间是1分32.092，比小丑快了3.838秒。我换上了越野胎跟原厂的悬吊，除了一次突破库洛马的记录，还发现意外的很好开。油门下去，车尾略带打滑的冲出弯道，感觉是非常爽快的。可以说完全没有适应不良的问题，只有车速太快、反应来不及的问题。这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没有 GTR 比拉力的印象？于是我去查了查，找到这部影片。影片中提到 GTR 拉力版这个改装的重点是要降低重量。这位车主把刹车碟片磨掉了 9mm 的厚度来降低重量。另一个重点是 GTR 特别的 ETS 控制系统，那怎么去设定的问题，里面没有详细的说明这块，所以我猜测这两点是 GTR 它在作为拉力赛车上面最大的阻碍。就这样 GTR 的拉力赛只能用 GTA 来实现了，时间是2分40秒.294，比传说中的拉力王库洛马还要快6.806秒，完全电爆了库洛马。而且不只是在性能上面赢，连操控都容易许多。Doesn't show, but my nerves are inside out. It's because you're not worth less than perfection. Ooh, thought it was in my hands. Now I'm all confused, turning gold into sand. Don't know what you do to me. I know you can take my breath away. Yeah, 'cause when you touch my hand, it all goes away.
lose a way.最后来到湿地越野，大家都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一样，更早下车，更小心要控制出外油门量。影片中可以看到我的打滑程度，甚至比甘地还要少，这就是很小心控制油门的结果。时间是2分46.533，比弗罗马快了5.407秒。比较长了，所以我就不回到家里再做结尾，直接现在跟大家说，试了一天下来，玩个复古改装在赛道上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不管什么地形什么天气似乎都难不倒它。不过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辆车的驾驶和吃重油门控制的能力，开起来虽然不像后续的福多那么累，但还是比小丑跟库罗马不容易上手。控不好的话，打滑失控就会一直缠着你，因为它不像福多，漂移很好玩，而且很好拉回来。再考虑到复古改装的价格高达85.8万，还不包含其他改装项目的这种高价位，连超跑的三功劳都只用72.5万，所以我认为它比较适合玩比较久、熟悉 GTA 车辆操控的有钱老手。不过为了 GTR， 这台车是迟早一定要收藏的。那我们这集晚歌复古改装款就介绍到这边，抱歉因为改装项目多，片场拖得比较长，感谢耐心看到这的你们。下一次将介绍还没有复古前的晚歌 RH8，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我自己是非常期待的。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意见，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千鸟，我们下次见，拜拜。